啊，大姐，这烧饼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你老经常上这吃吗？你们这山东泗水的这个肉火烧是不是特别有名啊？对，就是我们这里名吃。名吃。对。山东泗水。你上俺泗水来，你不吃火烧都是白来。你再大点声说一遍。你上俺泗水来，不吃火烧是等于白来。哦，还有这个说法。对对。那肯定我要一定要吃一个。哎，兄弟们，你看这火烧打的多好呀！为山东的地方美食点赞。大姐，你们赶集几点来的呀？今天五点就来，五点了吧？早晨五点就来。哎，五点就来吃饭。下午赶到几点呀？下午的五点。五点。那够辛苦的是吧？是，不易。你辛苦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孩子挣了钱，为了挣钱，为了孩子。没毛病，这是当妈的说的话。对。两个孩子都上大学。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呢。对。哎。老大考完了是老师，老二是研究生，三大研究生。哦，太有福了你。两个孩子，哎。你太有福了。三个。他们两个都在汉南走了。哦。我雇了三个，有年就这样。啊。这俺两个干的，这些都是我雇的工人。就是你老两口。对，俺老两口干的。然后找了三个帮忙的。帮忙的，哎，对。啊、哦，你孩子们现在上什么学呢？都毕业了吗？闺女毕业了，就那是老师，在编老师。哦，当老师呢？对。啊，在编老师。对。可以，还是这么妈妈教导有方。儿子上大学了，上研究生了。儿子上研究生。对。一儿一女，对，嗨，你是真幸福。你看这当妈的教导的就好。两个，这两个大学生、研究生都是你打火烧挣钱供的他们吗？供的，对，打火烧挣钱供的。太不易了，从早晨五点多就来，下午几点回去？五点。五点回去？嗯。好，整整十二个小时呗。嗯，太不容易了。点个赞吧，你们。当事也不易，当妈妈也不容易。对，做事也不易，当妈妈也不容易。但是干这个就是为了买卖，为了孩子。对，为了生活。为了生活，四处奔波。没错。嗯。